感觉这画面好模糊啊，为什么呢？是我的视频调的不行吗？极高啊，我这都极高了，我这极高应该不太会吧。哎呦，启用屏幕抖动，别抖了，行不行？抖动咱就别抖了。又是山羊，来吧山羊，上来先锤。这山羊一滴血个 W 没减速，还直接锤他。假装走了，其实不演。我们不套点盐。你以为我打不过你，小山羊？二级学个 W 呢？哎，拜拜！爹，这假猴攻击速度不行啊！我们再杀他一波，别着急啊！六秒。来，他好像一套能秒我呀，算了吧，不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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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啊，我知道因为什么模糊了，小地图太小了。挡地图没？没挡，我摄像头刚刚好。有炮车吗？有一个，一个不行啊，小亏一波。谢谢大卫。我发现我真是太猛了，真的，我玩那英雄联盟的手游啊，玩啥啥狠，真的，那意思啊，还是太猛了。即使他非常的要操作，我们的意思也是很猛的。昨天对面打大龙，我那安妮儿一个大大了四个，成功把大龙抢下。这干哈呢？这是？还骗了个闪现，不错。现今你一秒四破，你破个屁吧，你破还一秒四破呢。再见，回家了。我四秒一破，那里头 ADC 最狠，我跟你们说 ADC
那 ADC 打人老疼了，那出个饮血剑，哎呦我一顿吸，整把无尽。那里边 ADC 是最厉害的，我感觉。为啥要卖饼干呢？拿钱啊！饼干给钱呢？这里边我估计可能有眼儿啊。我们先把这个线儿给它清过去。妈呀，那寡妇敢来吗？我都没懂，他敢过来吗？我还没去找他去呢，他还过来找我。走，我们来波中路，别跑，来这边打，别害怕，我就在中间。我怕什么玩意儿呢？没事，奥恩死了。这人行啊，这种兵线他都能回家，我是没想到的。我感觉我有点感冒了，脑袋有点疼。不是，咱瞅啥呢？杀不了你是吧？是不杀不了你？我发现。那丑什么玩意儿呢？谁让你丑的？干哈呢，小寡妇？哎，顶我！哎，闪现走！你追呀、啊，追！哎，追！我们假装过来帮一波，然后走，兄弟呀、啊。这怎么来个卢仙呢？然后这波卢仙可能会越草杀我们，所以我们在这个草丛里边回城。看见没？看见眼儿没？卢仙放的，看见没？圣枪游侠。毒蛇2175，吃我的塔皮。吃我塔皮没用啊。我也想来把奥恩下一把，这英雄真的好肉啊！
还剩两层，我们把峡谷打了去。这有点烦呐，不过没事儿。干哈呀？咱能不能别送人头？你说，还买一赠一，老赠什么一呢？掩耳盗铃？哎呦我操！兄弟，一会儿出去给你看看回放吧，让你明白明白什么叫卡视野，还掩耳盗铃呢。上峡谷先锋，怎么回事？卡住了呢？那个地方不用卡视野也能走过去，看不到，不可能。那河道蟹从这边走过去干啥看不见呢？为啥看不见呢？这波还是回上吧，我都没大招，我不下去了。一会儿让对面去打个河蟹，你行不行？这河蟹我不控了，先。怎么就看不见呢？怎么可能看不见？那河道蟹要它干啥呀？峡谷可打都看不见的话，还要它干嘛？这玩意儿它删了得了。哎呦！我操！这卢仙有点猛啊！这卢仙打我假猴，双 buff 没了，兄弟。在这假装回家啊，让寡妇过来看我们，在这假装回家，来，在这假装回城，他指定搁旁边，百分之百在旁边，我就在这回城。寡妇去中了。他没敢上，他这边赶上他就死，他没赶上。那个河蟹咱不打了啊，给这寡妇留着，看怎么就看不见呢。
不打了，给他们留着。光头打信号，让光头去下啊！别让他碰这个蟹。我们家打肯定是打不过，这不可能打得过。那五打四，上哪能打得过去？肯定是打不过的。呀，打不过。谁的龙啊？对面的龙。应该是有红，没红。没红，这 ADC 上波居然没放技能。哎呀，往回来，兄弟。往回跳弹。算了吧，我给打了。搁这儿看不见啊。这视野走过来也是看不见啊。俺的取经之路才刚刚开始。扫一下，看看他在干嘛。好，往哪跑？我看看你往哪跑，小伙子哟，还打个闪，不错啊。他没有大，我们直接追他就行。算了，扔个闪吧。干哈呀这？快跑，兄弟！溜了！这波团战我们给他开起来，剩下的我们就不管了啊。剩下的就看你们的了，我就不管了。车没补着，哟，
夫身上是不是有蓝？有蓝吗？怎么往我脸上穿呢？呀，这么多人吗？完了，兄弟们，快点打，打完快跑！人有点多呀。这波分心了，看你们弹幕了。哎呀，非得在那纠结能不能看见的这个问题，把我纠结死了。本来我都死不了的。打大龙去了，应该不能。这他们都没打过呀，我真上高地了。兄弟，你是真敢瞅我呀！我这一看呢，哎呦，这人祸首中，行吧，爱守不守，哼，又不是我的家，跟我俩在这不守，一会儿把你们家下路给你拆了，拆完你的下路，再拆你的中路。哎，这个年轻人不讲武德，这个马保国到底是不是武术师？我就看了一个打拳击的，就是给他两拳就给他打倒了。这个闪电五连鞭到底有没有用？他是个屁。我看他过两招，我估计以他的那个打比赛的那个走位来讲的话，我觉得我应该能打过他。
天，你俩要杀我，就这奥恩。拜拜。气急败坏了开始。哎呀，跟他要一会儿啊。哎呀，走了，拜拜。守不守家呀？家没了啊，那我拆家吧。我跟你要一会儿。走了，寡妇活了，我们撤啊，把他家都给他拆没。还敢推中了，现在是啊？你觉得你们家三路换一路合适吗？哎呦！追，打大龙去，去把大龙打了。2800，差点钱呢。来，把大龙打了。这不打大龙，我在他们家门口一呼，谁能出得来？哎呀，来来来来来来来，你们到底打不打？把龙打了呀！开谁呀？这是？哎呀，我操！给你们狠的，我这一看啊，这是想团灭了。这没怎么打过团战，这是要打团战？我一看，谁允许你们的打团战的？啊？谁允许你们打团战了？跑出来追！这许久不参团呢，这是膨胀了有点。不好意思呀，这把还好没开预言，我告诉你们。